我呢就是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，然后呢我就是写了一个自己的一些小体会啊。更多的障碍是来自思想的局限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挫折。虽然你看不见眼前的世界，但你至少可以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让这个世界看见你。非常非常感谢今天的招待，我想自己弹一首钢琴曲送给你们，也送给我的队友。好好好，欢迎欢迎。一步往上爬，在最高点，成绩也陪我减肥。反看我自己，然后我哭了。今天真的其实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吧。也感受到了你们的伟大，觉得把我们在场的很多队员们全部都感动到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，真的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伟大。对，谢谢。简单，你看不到世界。你就让这世界看到你。